解决社区垃圾的问题呢？发宣传单、宣导、设置垃圾桶、宣导、放塑胶袋、用保特瓶做机器人垃圾桶。你们是怎么样决定要做垃圾桶这件事情？要做环保。因为想要做环保，再来呢？让大家看得到垃圾桶。让大家看得到垃圾桶，还有？让垃圾桶变得更有。让志康妈妈找得到藏在树丛中的垃圾。谢谢你们，那我们就下次志工环保志工跟你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我们社区里面要做环保的一个推动，要做一个有你们的金头脑来推动这个，好不好？好，请问你们觉得你们的垃圾桶被丢掉有什么感想？蓝色仙姑。阿启贤呢？你有什么感想？蓝色仙姑，失望。你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会做很久。好，那伟静，你换你了。好，浪费了做机器人的时间。